陈教授，我穿粉红色看起来很胖。哎、欸，你刚那边靠腰什么粉红珠？粉红珠怎么样？你先给我。你刚说什么？你告诉我他刚刚说什么？不然我就攻击你的村庄。养只什么？你有养只迷你猪哦？在哪里？你在补习班啊、哦？你养的迷你猪，它是出生在宜兰的。你那是迷你猪读师大，你那是迷你猪读师大，那是迷你猪上完题目会说超超，来超超，然后丢分笔这样，他丢得进了，有时候丢歪，跟我那么像，那他是打学生吗？他压学生哦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太狗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